你们在家里怎么锻炼呀、啊？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坐在沙发上运动啊。就现在，你是换台吗？现在面对电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练腹肌的时候就可以这样，对，和这样核心的时候，控腿是吗？对，然后你可以两侧的话可以，换不同的方向，对。看电视都这么累。然后上肢核心下肢，然后协调灵敏平衡都可以练啊。好专业啊。我都听不懂什么叫核心，上肢下肢听得懂啊，上肢下肢。您方便给我们做下示范吗？我们能看一下吗？对，谢谢您。来，您那个就这样了。来了，嗯。然后比较大的话就把它手伸到后面，大的话怎么的？我们看不到。V 字形啊 ，V 字形啊，这看着。好稳啊，他那个，哎，峰哥你来试一下。峰哥你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就是这个弧度这么 V， 峰哥。怎么 V？ 这样的 V。不是，是用身体做。好，我来试一下刚刚杨威哥做的那个动作。好。就只有屁股挨地。V 字形。V 字。啊，V 字啊，这个。